本周六，风味首次开启欧洲美食之旅，谢霆锋将去到坐落于意大利北部及古典与时尚并存的城市帕尔马，时而亲自探店品尝千年火腿与国宝级芝士，时而漫步意大利街头寻觅各类特色美食。在最新曝光的照片里，谢霆锋身着皮衣，利落飒爽，举手投足间颇见欧式绅士风采，与照片背景里的意大利街景相称，可谓相得益彰。电影中的谢霆锋更是迷人和精彩，俊俏的外形无疑是他很大的优势，但是更加不容忽视的是他出色的演技和勤奋拼搏的精神。谢霆锋身上有成为优秀演员的素质，镜头前的领悟力强，常常只要稍稍点拨就能让人甚为惊喜。此前有人告诉我他很叛逆，但在剧组中他非常合群，亦非常配合导演组的工作。我觉得谢霆锋已经是新生代的领军人物。